不用不用，好，谢谢。你没看错，年纪消费者一口气搬了5箱泡面。一口气买5箱是自己要吃的还是？对，用朋友啊，朋友也要买就对。一旁也有顾客骑机车来抢购，当场买了2箱。婆婆妈妈更是说什么也要强买，买几箱回去。分给朋友，这样每一个都要便宜到5块钱左右，差蛮多的。外面一个大概卖多少钱？大概20几块，这个只有16块。位于高雄仁武区的批发仓库，业者说是庆祝新仓库启用，泡面推特价，一整箱12碗只要200元。网络上最便宜的电商，一箱也要260，这价格等于网络价打了7.7折，难怪顾客趋之若鹜。我昨天就一整天都在忙泡面的事情。是哦。对，客人一直来，就坐下来又起来，坐下来又起来。这你们卖了几箱？应该也有几百箱了。怎么可以卖得这么便宜呢？原来这些都是超市大卖场买来的，使用期限只到10月下旬，等于得在5个半月内使用完毕。其实，在万物皆涨的通膨年代，消费者能省则省。除了这些贩售生活用品的批发仓库生意兴隆之外，贩售90天内集齐品的商店业绩也明显变好了，店员感受很强烈。有，确实有感受到泡面集齐泡面真的是有感觉，大家都来捡便宜，因为我们的泡面跟市售的真的差了一半。泡面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，大家会比较想要来抢便宜？鲜奶，什么都涨，什么都贵，消费者果然能省一点算一点。TVBS 新闻张丽玲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